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哈，这个极限等于多少？我们看，当 n 趋近无穷大的话，哈，这两项就非常非常像，虽然都是无穷大减无穷大，这个会趋近于零的。那问题的话是怎么处理哈？这个东西哈，根号我把它弄开来，怎么弄呢？我就哈，分子跟分母哈，同乘一个什么呢？同乘一个哈。这个这 n 加一减 m 嘛，这个东西要把它弄开来的话，要乘以什么？乘一个 n 加一，再加根号 n 啊。那我用那个乘法公式的话呢，就可以把这个根号拿掉，哇，这也要出一个根号 n 加一，加上根号 n 啊。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 ？limit 哈、哦。n 趋近无穷大，这是根号 n 加一加根号 n 的，那这是根号 n 的哈，那这个的话，这个平方减这个平方嘛，这个减这个就一啊，乘以一，然后上下呢乘以根号 n 分之一，所以等于 limit 的哈，就上下呢除以根号 n 的 ，n 趋近无穷大。这个除以根号 n 就是一了嘛，这除以根号 n 是多少呢？这 n 拿进去的话，这一加上多少 ？n 分之一加多少？加一呀、啊。当 n 趋近无穷大的话，哈，这趋近于零呐，所以一加一，所以它极限等于多少？就等于二分之一呀、啊。一加一是二嘛，二分之一呀、啊。所以答案是二分之一。